你交往吧。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手麻了。早啊。哎。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没事呀，还吃早餐。你做的？我买的。出门左转再右转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啊。嗯。来补补。你要不要那个咸菜？好呀。我自己腌好久了，对吧？我自己舍不得吃，这个是配早餐最好。拜拜。嗯。来，来，吃。嗯。是啊。我们交往吧。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最后一次想他，最后一次帮他了，最后一次难过了，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。为什么就这么贱呢？妈你呀、啊，口口声声说绝望了，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啊！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，跟你一比。这局你赢，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是认真的。你想啊，你一个正常的男人，我一个正常的女人，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，对吧？这个很现实吧？我知道，你是想帮我。我是想帮我自己。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，之所以挑上你呢，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，家里还有钱。关键是那么了解我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完美。